男神，舒服，男神，这么打得好。总决赛的赛场百态，冲冲冲，兄弟们，我干他们，干，弄他！哎，球状那个话怎么说来着？一会儿让你笑不出来。啊？球状那个嘴型音，一会儿让你笑不出来。那不是鸭子鸭子的吗？感觉对面两个人有点紧张了，有点，已经有点紧张了，脸都闭起来了。是吗？两个人全闭了，女生平时不闭的，今天也闭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啊！女生。米泽看我笑了，米泽是不是？现在闭眼了，现在这样下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了，我看的不是很清楚。我这个角度刚好能透过那个缝隙看到吗？坐姿都没问题吧？手不冷吧？你们不冷。今天要战胜的是你们自己啊、哦，自己别急就行了，自己心慢下来，不要急，知道吧？不要急就行了，落后就慢慢追。手皮都给我磨掉了。真的假的？别哭了，按得太重了。喂喂喂，好大声啊！你那个麦。现在呢？喂喂喂，听到吗？听得到。隔音吗？声音？哎，球场有点小。看来我期待这种。怎么练就怎么打就行了，知道吧 ？OK。啊。平时怎么练的，咱们就怎么打。开干，开干！你怎么这么多男主播？那不是包多。他买的。不是我买的。休息室那个是吧？对。现在又给到了背景视角。你咋知道？看到了电视前面，你看不见，你给我看。那么远，你肯定看不见。看的是那个解说的电视，知道吧？给他打，空个解你空，给你打，一秒，两秒，给对了。你打，你打，来神，来神，拿下，呜，起飞，来神，呜，舒服。米三今天头发帅不帅？可以，低调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啊。那应该不敢搞太帅了，应该是。那应该要出事。应该是不敢搞太帅了。像我今天这个丑到爆炸，你这个包不出事。我这个丑，你这个你和小鱼这个嘎嘎稳。我这个丑到爆炸，嘎嘎稳，最稳定的发型。李青呢？李青也正常吧。李青一般他不做头发的。米神上次那个有点夸张，主要是。米神上次直接小黑子，有点夸张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台上挺热的。心静怎么样？哎，娇啊，你说我直接练这个车，他能看得出来吗？跑一把就好了呀，就跑一把。你刚才台下没练吗？练了就好了呀，那准备开始了，加油，兄弟们，跑好自己就行了，不要乱，不要急。哎，站起来一下嘛，脚麻了。把脚放下去就好了。加油，兄弟们，冷静一点啊！好，放轻松啊，兄弟们。都检查好了没啊？检查好了，检查好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整装待发。可以不看我吗？好紧张，好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心脏蹦蹦跳，再被你看心脏直接跳到200，拉的多大吗？想不到，这样想不到，绝对搬到他们心里去。老虎，如果我说我要爽，最好付我一次打次刷。哦。看情况，就假如我要爽吃，他也要爽吃，相互都兜兜底啊，打完就不复盘了，相互兜兜底就好了，反正也就这一场，这个赛季，好吧，拼了，加油啊，兄弟们，气给我吧，要不，打了，没想，我先走了，走，吃，直接冲吧，要不，绕，拿下，这么打得好 ，Hello， 能听到说话吗 ？OK。男主播拿了吗？拿了。操作他，操作。不用想输赢，知道吧？就你把你的操作给我做出来，我要看你操作。加油，混蛋！有，锤他来，打个剑。不要想什么，你只要比他凶就行了。加油！加油，亲，加油！空喷落地喷，最后一个飞跃，这一次的长城属于宁庆吗？弹射过来以后，最后二连的目标，没有一连二连，非常完美，而最后完成了冲线。你曾退下的所有不甘，终将变成你的强大。让我们一起恭喜狼队。Nice。少年
属于你们的巅峰之力。让我看看你是牛还是马。哎，我怎么听到对面说话了？不会吧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有你们的声音啊？是一直都能听得到吗？还是什么一直都听得到？对面的声音听得到对面说话、哦、现在没有了吗？现在没有了啊、哦、有真的假的？他在跟我聊天呢，这么安静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想好怎么干我们的？可能是我我知道了，原来默不作声在这里，内心想着他应该是想着一会怎么发表获奖感言。一会压声，怎么他说话那么大声啊？谁说话那么大声？对面的呀。啊？哦，对啊，对面的说话这么大声，那么把月山的麦给他闭了呀？怎么有对面的声音啊？啊，怎么回事、啊？紧张赛场的轻松选手，转换成绿色的。四个仙人掌是的啊，你看四个，你们四个仙人掌。对啊，转化成绿色的。两个都绿色的，今天还是放开打。跟他们打的话就要比凶，他们凶我们要比他更凶。狮子你就放开跑，我就能冲就冲。对，冲不了就跟他对卡就行。我们把自己反正准备好的东西正常跑好就行。我刺龙。你刺龙？刺两条龙。那刺了龙你变成什么？飞龙飞驰，飞驰啊，飞仔吃了两条龙变成飞龙。左边要不封给我看野就行。封到了我能补不用补了，看野不用好了好等雪状这边甩尾都甩出来，拉近距离还有机会，在一起但是自己一个欧甩让过去宁青延续没延上球，还要再重开氮气，自己的氮气节奏也乱了。在这个位置是被逆星一个外卡内给顶上墙，你把宁青直接卡卡在这里，直接卡麻了，直接卡废，跳了还跳了一个雪状。今天23号吗？24，多少号都不知道，怎么回事？谁看那个号也不知道星期几，知道多少？现在只看星期几了，今天疯狂星期四。赶紧为我50吃个肯德基。几号？24，24号。这场赢了，为你们赢了50。哇！直接肯德基。说，真的，这场赢了，一人为你们50。行，冲着你这句话，直接肯德基。还有500呢，有50就不错了，还500，你想什么？哦，说话。梦里给你喂500，真的是不知足啊！梦里给你喂500。还要吗？你看氮气吗？不给了，找不到了。进 ，nice。Good morning， 教练握手。我刚上来就赶我走是吧？教练握手。BP 空翻，王图不选。站都没站住，直接教练握手。Good morning， Good evening， 现在不是 Good evening， International RWK RW Monkey RW Nine。几分？要几分？想要几分？给你几分？14分，肯定14分。要几分？要7分。风仔休息，风仔一会儿握完手跟我一块走。我握手的时候，你跟在我后面，咱俩一起下去再打7分。那我能不能上2场？可以。我批准了，直接操作。拿出宝拿了吗？啊，上一场那个还没用是吧？那你帮我拿。水拿没拿？别一会儿又把救援的水喝了。啊，刚才我还问救援，我说救援你水拿不拿？你把小玉的喝了。你们俩轮着喝。他把我喝了？没有，他说我这边有个新的，我就给你开了。鸭子，房间换车了。啊？换车了吗？唐帅，你抢房，唐帅进去抢房。没有，学了。不是，没了。打破你龙哥的序列，唐帅，我们要对抗你龙哥的序列。怕个毛啊！慢慢打，如果球上你们觉得不太对的时候，互相喊一下冷静。啊。对，冷静一点，节奏放缓。慢慢打，像昨天那样，笑得好开心。我让他笑不出来。鸭子说的让你下不出来。右边皮啊，气给你吗？我们给吗？我们给吗？气给气给了。鸭子操作呀，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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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Nice！ 看青衣表情，搬对图了。今天该怎么打怎么打，知道吧？我打过很多那么多比赛了，把自己发挥出来就好，不要想其他那么多东西。看青衣表情，知道搬到他图了呀。空啊，绝对选的不一样。他就准备了一种。看青衣表情，搬对图了。空岗。空岗吧。直接搬了。还有那个西湖。几乎我没搬呢，已经有一个人退了，现在你信不信？怎么讲？是肯定退了，然后去抢帮主了。你们这么玄学？不知道，他每次都抢了，现在已经有人退了。你看退了很久的，不可能有人退，他是开着退的，不然他不呆的。现在应该退了。三，啊、现在肯定退了呀。掉线一个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不出去了，出去了。他是起步的呀，房主大人，绝对实力，怎么还敢搞这种花里胡哨呢？打好每一把，别比分裂了才开始发力啊。把我打好了。这不小吗？那个给我，给打，应该稳了，慢点，有风，有风 ，nice， 还是牛逼，我操 ，nice， 可以，把前面飞过头。